祖蒙哦，你是哪边的？你是一拳或是那个吗？喂、欸，他们四个是一国的啦，一起组的啦。没有，他刚刚没队友，我看没队友呢。那这几个是干嘛的？我要四个人都在单排。四个都在单排，这么巧？快行说！我要去吓吓他。好，一起来了。没有懂，好，让我吓他。又有这几个。看他这，他真是低能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！金矿不足。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需要更多金矿。啊、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重要工。金矿不足。补给没了，多盖一些补给站。啊！尾随在后。不能盖在那里。在哪？找不到他哎、欸。他可能已经飞走了。重要工作车我决定，我要单框招呼他一下。哦哦哦！哇！叫你盖死吗？我没有要盖啊！你看他已经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他用看的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啊！不要包掉了！他要呛你了。超菜鸡，他讲话，他讲话，你小心点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被光爆？看他不讲话、欸，哎，好扯哦。那他家 BF 不讲话，然后他在光炮是要保护自己的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那我要出暴龙。你要什么？我去野暴龙剑。野暴龙剑。尾随在后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！收到。有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重要工作是吧？你家就是我家。神来了。死亡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你敢对死神感到惧怕吗？盟友的基地遭到攻击了。接受现实吧。指挥中心升级。他爸没有死在桥上。盟友遭到攻击了。卡斯朵瓦卓。请说。坏消息，我们完蛋了。啊！被炮炮打死。他要嘴炮你，然后那我要被嘴炮。等我要被嘴炮！哎、欸，我开门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我们的盟友开战了。请说，盟友的基地受到攻击，准备 carry 他们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让开，金矿不足。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需要更多金矿。很多石头可以用吗？很多石头。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。金矿不足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干多啊，再可以多点事吗？靠腰，我唔知啦，我唔知啦。盟友的基地受到攻击。哎，干，我家也有啊。哎、欸，上人。你家什么？盟友需要更多的补给。我们在帮你，我们在帮你。需要更多能量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开副矿的时候到了。被虐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看那个大伯的冲要死。盟友受到攻击。盟友的基地遭到攻击了。哦，又来了啦。盟友基地遭到围攻。盟友的基地遭到围攻。基
的最好是好消息。要没有农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想尝尝我的猎物？他被你的暴风剑打光了。但我也没钱吃暴风。我给你。但我没有300块啊，太多了。让人拿奶啦。他应该给了吧？我看那个一讲就给。我们的盟友开战了，盟友受到攻击，围攻。你就像那个学校在那个霸凌同学那种。你今天我家探测机又被打了啦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？哦，干我受不了！我跟你讲，不可以！我跟你讲，来，我帮你盖一个防空塔了。有这里扣手。靠北啊！我帮你盖一个，稳的稳的。盟友开始战斗了。金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蹦！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，我们的盟友开战了。你到底说吧。下一只农民哎，好爽。交给我处理。我来掩护你啊。按照号码，我没办法静静的坐着不动。盟友的基地要被抬举了。准备出动！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盟友受到攻击，紧急起飞就绪。这最好是再等你。现在怎么样？返回车，非常清楚和明确。盟友的基地遭到围攻。神装盖方。谁要？敢让人给钱呐、啊？那他们那边扭啦。哦，他们，他们很搞笑，小啊、就是你打输人家，他们被嘴炮。我、哦、操！他那个围巾超多哎、欸，暴风死光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好啊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继续放手。带我离开这场混乱吧。盟友的基地受到攻击，准备 carry 他们。首先，请带我离开这场混乱吧。金矿没了，看来要打个后勤了。我怎么听到核弹的声音呢？浪了吧？你有核弹，还不如给队友钱。妈的！我们的盟友开战了，盟友开始战斗了。我继续放手。非常坚持，在等你的指令。了解。盟友基地遭到攻击了。补给。盟友遭到攻击了。卡斯朵瓦卓。我圣母军要出来。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交出你最厉害。秦霜，工程车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出发！来帮你找掩蔽了。按照号码，
我靠！哎，哇，那个最多哎，他一堆围巾哎，只有围巾哎，只有围巾区别台，让我抓飞起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尾随在后，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。小强说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升级完成。他们家变肥了，忘了需要不要放。包蛋的，为什么我觉得圣母剑没有被修啊？对啊，有在修，有在修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等圣母剑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！你看，那不是来雷的。没问题。马上一发，你是。这种队友，然后烂队友，他烂队友。 看他要不跳，你知道吗？在等你的指令。这边有一根那个，那个一零一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是在帮浪那个老鸭修他的那个，好吗？